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的名字彩妮。彩妮，你今年几岁呀？三十七岁。你结婚没有啊？结婚了。你有没有小孩啊？有啊。你的小孩几岁啊？3岁。哈？二十岁。哦，有几个啊？有三个。哇，有三个啊！哦。没有。好，你在哪里工作过啊？阿拉伯公主。啊，你在哪里啊？阿拉伯。哦，阿拉伯，还有呢？台湾啊。啊，你在阿拉伯照顾多少人啊？什么？你在阿拉伯照顾多少人？四个人。你在台湾吗？台湾4个人。四个人。你在台湾照顾什么人呢？照顾阿妈。照顾阿妈。阿妈几岁呀？七十三。你会不会煮菜呀？会呀。你吃不吃猪肉啊？不吃猪肉啊。好的。你会不会照顾小孩呀？会呀。你怕狗同埋猫，你怕不怕？我怕。啊？我怕狗。你怕狗啊？猫呢？猫呢？猫什么？猫好喜欢啊。妈妈喜欢啊，好的。为什么你来香港工作啊？为什么你来工作？我有工作，好棒啊！关键钱。啊，赚钱，好的。好，谢谢你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再见。